그만해. 아내가 이쪽 길다. 나시리. 대비. 네가 아까 워터호텔 안와서 가이드한테 기울여 왼쪽으로. 현장가. 네 시위. 왜안 가면 돼요? 보 괜찮. 가오깽 온기 소리. 대황 아저야. 우거리엔 배치기네. 그거 그만와. 一般来讲，绑架案拢应该以前人，而且个掩护小金没人联络。你敢有接到任何要求小金的电话？甲无电话钱，伫个Angela身躯边的人，拢无接到要讨钱的电话啊？安尼都无正常。 张哥，你敢知影Angela刚有甲伊手机啊，载伫身躯边，但是有，无得看，伊有找到伊个人。我甲Angela出去的时阵，伊阁摕手机啊出来自拍，伊有查电话。这是Angela的电话号码。哦，李晨。 我拄则通过你的电话号码，你要查看卖，伊的定位伫倒位，但是有消息随时甲我讲。永成哥，你莫着急啦，即间都有消息啦。Angela，主凶抓走较紧嘛，无消无息，伊一个人一定会出惊伊啊！我根本无法度坐会住，我真正感觉我做错一个。 敢是李三爷传讯息来啊？你紧看麦啊！啊，林哥，安怎？这个位置，敢不是着安怎引导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亲眼就看到伊去用绑架，伊不可能在厝的。不管安怎。 我是先来看麦啊！哎哦，哎，不是，永成哥。 卡像上班啊啦，还我甲人相思相气啊！我是亲目睭看到你去用掠去呢，我阁足无简单，甲找到你的地位，你竟然讲我上班，阁讲你甲人相思相气，是啥物意思？永成哥，歹势啦，我知影你一定去惊到，也毋过这算是一个真超过的人，互你的一个考验。 要看你有够巧无，看你会当偌久找到我。要唔过，阮相识的时间是一点钟，你煞超过一点钟才找到我，害我输气啊！所以哦，你要接受处罚。处罚？所以我甲你约会根本就是一个圈套，你是要故意害我脸红红色？唔是啦，永成哥。 我是真心真意想要甲你约会，啊，这个考验是后壁才做出来的啦。讲是要考验你对我的真心，我嘛真意外啊，所以我敢哪会当配合演出啊？这到底是啥物人啊？哪会当做这尔超过的代志？敢是丁世明？丁世明哪有可能安尼做啦？永成哥，你莫生气啦。 我知影安尼真超过，也毋过阮爸就是安尼啊，连我拢做伙创治。恁爸，恁爸毋是过身去啊？啊，即件代志讲起回头长啊。
无死。拢知影，我嘛足唔甘的啊！这段日子你是安怎过，我拢足清楚。因为迄个时阵，迄个情势，我一定爱给是理由啊！我唔管啦，爸，你用这种给是的理由，真正就超过的呢！你敢知影我有偌伤心？我差一点仔都想要对你起啊呢！我就是惊你安尼做。所以我才来派世民，一直跟你对条条啊。所以世民自头到尾，拢知影爸无死。拢对。是讲爸，你之前一直无爱互我知影你搁活的，而今嘛，搁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是毋是你必须爱解释的理由已经无？敢讲今嘛我的查某囝已经有要交往的对象啊，我就做爸爸。鬼人给点点。真正是想袂到，这客人竟然搁活嘞！永成哥，你那鬼面安尼青顺顺啊？还是我先带你去上街，再带你去见阮爸。见恁爸？我见恁爸是要做嘛？就讲这是你的处罚咯，啊！你即马是我的男朋友，未来要做人的囝婿，啊！你即马敢唔免先去看一下未来的丈人吧？好，我答应甲客人来做伙食一顿饭。真好诶！安尼我即马就是打电话甲阮爸讲。成哥，你一个面青顺顺啊，哥真正是为着要跟阮爸见面才去电话。爸，那又是你。咱两个人真的足缘的，人讲一回生二回熟，安尼讲起来，咱应该已经成熟啊。恁捌见过面哦？伊就是迄个蓝玫瑰。会当你这么短时间内，对我印象这么深的查甫人，你算是头一个。安怎啦？你看查甫人会敢讲哦，讲袂歹哦。无怪哦，我迄天一听到蓝玫瑰，我一目睭皮就一直喘，想袂到真正是爸。也毋过爸，敢会当麻烦你的态度较好一寡。你安尼一直为难永春哥，你若是甲人惊走，害我即世人拢嫁袂出去，安尼哦，定爱怪你想阿爸。我敢有为难你啊？你无，安吉拉，林爸爸做亲戚，也够你啦，都也袂假，你规个人的心哦，拢我用去袂去啊。江晨，哎，你安怎讲？是，我跟永成啦。永成哥，你先坐下再讲啦。爸，你哪讲呢？我白插你啊！好，你莫生气啦，吼。啊，你爸不是不知哦，爸爸就惯习安尼讲话啊，吼。虽然讲啦，我对你哦，无算是足满意啦。
点过，我也是会尊重，我也怎么跟你说的？其实我跟安吉拉，阮两个人。永春哥。袂记我头拄讲的话哦，你若是甲规丛好好对只行出去，得点点仔听阮爸讲的就好啦。爸，你家己有我娘囝咯，你家己唔知影哦。哎，好好讲话哈。我根本就无讲声。爸。好。那你刷落来吼，我拢会足亲切的讲话，安尼好不？忠诚啊！看我查某囝的面子哦，我愿意哦，给你一段时间来观察你啦，哦。希望你能好好表现哦，千万唔通辜负哦，我查某囝对你的真心呢。尤其你也特别注意一点，迄个想，绝对袂当想着我查某囝的心，作为感情乌名单的头一个。我也是先害安吉拉死心啊，较头痛，卖伫只去遮着因爸。永春哥，坐啦，坐啦。爸，永春哥太过紧张啦，你的动作已经答应啦，哈。哎，是讲爸，听讲你交女朋友啊，敢真实？是啊，你敢会反对？我哪有可能反对啦？爸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啊！要唔过你的女朋友嘞，拢唔免介绍，互我认识一下。你唔是讲伊嘛转来台湾啊？即马哦，也毋是上个好的时机啦。啊，我即个是专工来看钟文成啦。OK 了，哈。